曲子《少女的祈祷》。听到这首歌，大家应该就会想要拿垃圾，但是今天不要把垃圾带过来哈。哦 ，OK， 这个《少女的祈祷》经过我们毕老师重新编曲，有很不一样的感觉哦。不过希望下次如果有机会，也让金门地区的垃圾车放下我们这个音乐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记得就要把垃圾拿出来哈。好，现在热烈掌声，《少女的祈祷》。台湾无可比例。
门，谢谢大家。你们准备吗？你们那么小声。哎，我还有 CD 没送完，快点准备一下。好，来，我想请问一下，我们欣赏了这么多曲，先不要理他们啦，看我啦。我们欣赏了这么多曲子。有没有人愿意分享一下你最喜欢哪一首曲子？为什么？来，准备，一、二、三。好，来，这位帅哥先举手了。哎，上面的注意听啊，这是我们下面听众给的回馈，很珍贵的。来，火焰之舞。火焰之舞，哇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在那边住过，所以我每年都会听看那个表演。哇。因为在那里住过，所以我最喜欢火焰之舞，表示有水准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哎呀，我竟然就走过来不给人家 CD 了。哦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对不对？不管是我们在地的金门人，或是从别的地方来到金门的，或是对岸的厦门的。同胞，不管是谁，这个世界鼓吹的就是和平与爱，对吗？对。所以要发音吗？哦，不用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先上我们都是一家人会唱的，大家一起唱，来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如果你们愿意
正门，然后给我们掌声，我们会很开心。好，来，我们到正门拿着乐器。我有，他都没有举手的，他没有上场。谢谢阿妹。因为器材我真的不熟。